我这有想着别的事儿，我最重要的事儿忘跟你说了。你有话你就说，别像过去一样逗我笑，我笑不出来。安子，钱我就先拿走了，不给你留了啊。然后这个房子就给你了，然后你要是愿意住的话，你就继续还房贷；要不愿意住的话就给卖了。啊，房子。 这个，拿，先拿。反正你就得联系他一下，你得跟他说一声。房子本来哥就说好了，咱俩一起投资的，能涨的话就一起赚，反正不让你吃亏嘛，对吧？ 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俩在街头卖完烧烤，你就看着远处的房子，傻了吧唧的。然后你跟我说，我就乐意看这楼，家家一户户的。你还跟我猜，你说，你说这房子里住的都是啥人啊？我说人嘛，不都是一样的人吗？你说那不一样。 我说以后我赚了钱，我就先买房子，那样我们就成一样的人。你说你看吧，你美的。我说你不信啊，那你看着办吧。然后你就傻笑。然后我就，你记性咋这么好？ 因为我在乎你，所以我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。哎呀，最后呢，你跟别人买了房子。 你从来都没想过我，想过多少个夜晚，我站在你们家楼下，看着你们家的灯，想着你们俩在里面发生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你不行，你别这样，你整死我。 你为啥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呢？放哥走吧，啊！妹儿啊！你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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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喜欢这个地方吗？喜欢啊！你住南方的地儿真好啊！你看我这皮肤，老润了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多待几天。
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嘛，有美景，有美酒，还有你。喂，欢子。哦，我在外面出差呢。哦，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等我回去吧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程潇把我的房子送给表妹了，我表妹想把房子卖了回老家，约我房管所办手续呢。那房子是你跟程潇的共同财产，他们没权利这么做呀。确实是，可买房子我又没花一分钱，再加上这些年程潇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清楚。都已经跟他分手了，怎么好意思还惦记那房子？只是，房子现在涨了不少钱，除去房贷以外，卖了还能再挣200万。200万。在我们村可是个不少的数目，欢子这次回去可风光了，妥妥的款姐。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轻易的答应他们。那还能咋办？明明，你相信我，不然你早晚会后悔的。可是你不是说过以后咱们也能挣大钱吗？赚大钱是需要本钱的，你想一想，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？我一个月多少钱？刨去开销的话，我们一个月能剩多少钱？什么时候才能攒下这个本钱呢？我就是说不出口。你不是不想要吧？你是怕要不过来？你不知道，我跟长啸还有欢子，我们仨是一个村的。你说为了这点小事儿撕破脸？要到钱还好，落个实惠。那要是要不到呢？这倒也是啊。不过我倒有一个方法，既能让你拿到钱，也让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。什么办法？购房合同虽然不在我们手上，但是你是这个唯一的业主啊。我们找家中介公司，把这个合同一办，直接把房卖掉。你疯了？我清醒着呢。你在乎的是乡里乡情、家长里短，我说的是法律法规，它没毛病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如果你想要那笔钱的话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太过分了。等你拿到钱的时候，如果还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你就分你表妹10万、20万的，到时候她不仅不会埋怨你，她会感激你。哎呦天哪，我真没这么想过。明明，你说我们这么努力的奋斗，为的是什么？你表面上可以冠冕堂皇的说上一大堆为了梦想理想，那其实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有了钱，我们才能实现我们所谓的梦想；有了钱，我们才能过上我们想要过的日子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只要100万，作为咱俩未来的启动资金。不然，我们就在老公司得一直耗下去，连请假都费劲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。你不觉得像在做坏事吗？这个只是大家的角度跟立场不一样而已，在他们眼里可能是坏事，但是在我眼里，我没觉得他是坏事啊。你跟了长啸这么多年，啊，你就觉得他们俩之间一点事儿都没有吗？莹莹，有的时候好人不一定能过上好日子，你明白吗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前任的故事吗？很简单，就因为我穷，他始终看不上我。这就是爱。这就是穷人的爱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因为穷跟你分开。无论如何，我爱你，莹莹。
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但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前任了。你家有啥呀？我家特色羊肉汤。没吃饱吧？要不大姐呀，再剩五个饼啊。那我饱了，饱了姐。你这个汤的手艺能教教我吗？你要干啥呀？啊姐，你别误会。我其实也是个厨师，可能是职业病吧。我看见好吃的东西，我想学。而且你放心，我不会抢你买卖的。啊，那你都会点啥？烧烤这个东西吧，其实没啥秘方，大家用料都差不多。但是你得齐全啊，这个重点呢，就在这个腌制上，就得靠练了。大儿子，嗯，你听明白没？哦，大哥说的对，关键得练。你呀，你管人家叫叔叔。哎，不用，大不了几岁，叫哥就行。陌生的城市，我只有不停孤独的寻找，仰望着天空，只留下一段遥远的旅程。忽然间，我发现这些年一眨眼来不及说再见，已遥远。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，致我们没有尽头的远方，依然在阳光下奔跑的我和你。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，致我们年少轻狂的脸庞，就好像一场不愿醒的梦，多温暖。时光不停息，它带我离开纯真的年华。阳光多温暖，不经意想起当年的梦想。忽然间，我们在一起多久啊？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都一个地方的，然后我就从小就喜欢他。要是说正经处朋友的话，我是觉得应该算是他高考那年。那现在他没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家也没了，没谁惦记的，我就可以四处溜达了。反正也问心无愧，没觉得对不起谁。也不是完全问心无愧。其实我心里头，一直还放着一个人，就觉得对不起他。我离开北京，跟这个人。
的脸庞，就好像一场不愿醒的梦的温暖。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。各位好朋友们，今天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了，因为我故事也不多，该说的都说了，反正没啥人看。谢谢大家，听我讲我的故事，谢谢大家陪伴着我，谢谢你，真的。我准备把这手机给砸了，撇了，不要了，远离世俗纷扰，继续走，吹吹风，淋淋雨啥的，就当是一次修行了。从小到大我就没扔过东西，我就舍不得，我就之前在饭店的时候我就砸坏一个盘子我就特心疼，今天我就给砸了，就撇了。各位好朋友们，那就江湖有缘再见吧，再见。哎呀，这大哥倒是播呀，刚给你打赏5块钱，退不回来了。给哪个美女打赏呢？我可没给美女打赏，我看的是一大哥。你帮人捡破烂，你跑这偷懒来了你啊？哎呀，垃圾是捡不完的，懒却是可以偷的。学校有些事儿，工作上的事情。难得呀，你也能遇到不开心的事儿，那我今天可来对了。快跟我说说，让我帮你解解闷。你解不了的。这么严重的问题居然都能被你遇到，简直就是中了头彩。快说快说。小泉儿。啊。我怎么感觉我遇到麻烦你特别开心啊？那当然了，因为你是不可能遇到麻烦的。即便你遇到了麻烦，你也能够轻轻松松地解决。就算你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在我看来，那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特别不开心，所以我就不开心。这么严重啊？可他们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他们的书包太大了呀。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小朋友们书包太大了，压着他们走路都驼背。甚至还喘不匀气儿，你看，我们这空气又不好，想来确实很麻烦。所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。明天我就把我家三轮车开了，把小朋友书包里面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啊，全都当垃圾收走便是。小泉啊，你好厉害啊！吃面啊。所以我说呀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反正你怎么做，永远都不会错。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？那可是学校。学校又怎么了？如果不能实现你真实的想法，那你就自己开一所学校，到时候你当校长，我当保安。方子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小泉跟我说我可以办学校啊，我觉得真的可以。干嘛？想挑战教育体系啊？不是，我选修的本来就是游戏教育嘛。当初应聘的时候，幼儿园也是支持我的想法的。可谁知道真正实施的时候，又怕这怕那，束手束脚的。哎，方子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？如果我真跟你去了城里，那你就把你家那两层楼给我开幼儿园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等过两天呢，长啸就来了，到时候我就有钱了。等我安排好了呢，我就先溜回去。你要想跟我一起，咱们就一起走，经营我们的传媒公司。你要是还是以前的想法呢，你就在家等我，等我成功或失败都行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成功。但是好像你从来不关心我成不成功。我怎么不关心啊？不过你拥有我不一定挺成功的。就好像你拥有我就不成功一样。别这么说话啊。我跟你讲，做人要谦虚，不然你就落伍了。行啊，那咱们俩也在事业上良性竞争一下。我才不要呢，反正怎么都是你有理，都是你赢，输了也不作数。行，早晚有一天让你赢一次，行了吧？喜欢呀，怎么样，瑶瑶女士，有没有兴趣当这个饭店的老板娘？我不要二手店，也不要二手老板。我只是一个更加成熟、更加懂得关心你的二手男人而已。歇会儿吧啊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的儿子出息了。来吧，我必须得单独再敬您一个。感谢您老的这个大力支持啊！没有您老的支持，我没有办法从一个包租公成功转型为饭店的大老板。这样啊，各位，打今儿个起，有什么红白喜事一律来我这儿，我绝对照顾到底，好不好？儿子，打住，红事儿多来，白事儿就算了啊。好，来，敬大家伙儿，来，谢谢各位啊，来。哎，班子。来坐。我说你和老常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就不干了呢？小赵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啥忙？你说。长啸把他的房子给我了，我想把它卖掉。本来都说的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联系不到我表姐了？你看你有没有渠道通过你们这边直接卖掉？不对呀，小吴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房子是不是你早上过的户？是我过的户，这房子他卖了。啊？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干嘛？咋了？这个房子被你表姐给卖了。他凭啥卖我？他咋卖的？完了，这房子肯定收不回来了，赶紧联系陶笑和你表姐吧。对，赶紧联系一下他吧。启明，
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。你呢，开着车，我呢，坐在副驾驶，感觉太幸福了。莹莹，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家里很穷，而且非常穷。我也和你说过，我不介意。况且你看上去也不像是穷人啊，你天生就是富贵命。你看，咱不就有钱了吗？这就叫有钱了？这还不算有钱啊。我想说的是，毕业不到一年，我就买下这辆车，有现在的成绩，显然我已经很优秀了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够优秀的话，我怎么会狠心和你在一起啊？但是在真正有钱人的眼里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那些人离我们远着呢，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儿啊？回头从老公司挖几个人过来，我们做自己的业务，一定要尽快的发展起来。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没问题。这主要都是你的功劳，要不是你那笔钱，我们现在还得在老公司熬着，连请个假都费劲。我现在才觉得你说的是对的，虽然有点儿……好了，不要想了。都过去了。喂，怎么这么突然啊？行，那见面聊，我现在出发。好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一个特殊的客户，特别难搞，非得让我现在过去见他一面。要不你就先自己打车回去了。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上帝。听话。丢丢，怎么长这么大了？小峰，想死你了！你喂他没有？这里都是空的。我早上刚喂的，我再喂点。你怎么直接找到这儿来了？我这不着急见丢丢吗？你这小院不错啊。当时你把他交给我就出国了，为了他有个好的环境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房子，成本很高的。我不是给你报了吗？报是报了，他上班不方便啊，我每天开车得一个多小时。没事儿，这次我就给他带走，跟我住。带走？带国外？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反正早晚要回来，还不如趁早。你不回国外了？丢丢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叫丢丢吗？因为你走丢了，我把你带回来了。来，香蕉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他不吃。哎，你干啥呢？赶紧摸牌了，走吧。哇，磨叽！对呀。哎，听说老常家大小子失踪了。啊？说是老家的女儿。大学毕业给人跑了，还常小子受不了，好像都疯了。你才知道，早传开的。还跑到北京打工，跟人家念书，你说人家一个大学生能看得上你吗？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哎，
欢子们应该知道啊，他不是和常瑶一起走的吗？哎呀，谁知道他呀？我们问他也不说啊。这一千年就知道炕上躺着。哎哎啊！呀，大爷，怎么了？带两条安全。哦，两条。活了。哎哎。哎呦，你打的什么牌啊？他二条。哎呀，你看你一天瞎叨叨，真是！哎，点炮了吧你啊？我哪知道他胡呀？那你不能打我呀？脑瓜都嗡嗡的。你别在这瞎知道了，你不说我啥也不打。哎呦，你爱看谁看谁去啊！你别又坐我旁边了，你再压我点你知道不？哎呦，打个麻将点一炮不很正常吗？怎么还会压你点啊？咱俩生活二十多年了，你说我压你哪一点来了？你说说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叨叨了，你叨叨没完没了你。我叨两句怎么了？啊，鸡头白脸的犟，爱玩不玩？说啥呀？不玩就不玩，咋的了？不玩就不玩呗。吵什么吵？别吵，别吵了。哎，打牌而已嘛，少说两句，接着玩呗。你说这人烦不烦？不玩了，中秋节的就图个乐儿，这成啥样子？哎，我们两口子吵两句嘴，能碍着你啥事啊？就是啊，你想玩不玩你啊？哎，你怎么？哎，这人爱玩你别走啊！哎，你说这人真有意思，这说走就走了。老爷们就这人，我知道他在，我都不来。这牌打的真窝心。不是你走啥呀？哎，走吧。我姐你，哎，没人了，没法打而已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烦死了，没完没了，叨叨叨叨叨。怪我啊，还不怪你，怪谁啊你？这都怪你，烦死了你。欢子呢？这欢子一回来家里就出事儿，个扫把星。你明天就走？是啊，我明天先去商会报道，然后准备注册一个公司。那我呢？你，我想，你还是先留下来吧，多学些经验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就把你找到我身边。我想跟你一起走。你就这么想跟我在一起啊？别着急，等我都安顿好了，我尽快把你带到我身边。真搞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过去跟你一块儿创业呢？创业？你搞错了吧？我这不是创业，我是做点事情。而且就算我创业，我也不需要你啊，我只是需要你帮我打打下手。而且我还想回家陪陪父母呢，我现在带你还不太合适。真搞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的想法很简单呀，所以你也不要想复杂了。你还吃吗？你要不吃，我带给丢丢了。你好，把他那份打包。欢子，哎，你看，你看着啊，起来做饭去。一天天躺着干什么？像个冰箱子似的。欢子，欢子，你妈说你了，听不见？哎呀，你们俩在外面玩就玩嘛，拿我撒什么邪火？你叫啥叫你？你反了天了你啊？你怎么回事你？骂两句得了啊！再这么说。过两年这都二十多大姑娘了，你看看啊，逮谁好谁，越大越完蛋。这之前县城里面啊挣点钱，过完年拿个几千块钱回来，这中秋了都已经啊，北京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钱呢？欢子，你妈说的对，你说你这几年都干啥了呀？啊，钱都没挣着，人家说长啸疯了，我看呀你也不太正常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心眼是越长越歪歪，都没用到正道上了。我打死你！哎哎哎！打死你！干嘛呢你？真打疯了！我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？生了这么个孽种！安子，你看把你妈给气的啊！好了，赶紧起来做饭去。别让我做饭，就在家里待着，就在炕上窝着，还用着他做饭了啊？这个节过完了，哪也别去了。我就赶紧找个人把你给嫁了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嫁了也行。对，帮你做饭去啊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说的少吗？你这么干啥呀？不就要钱吗？包里都是钱。回头把这包卖了，你俩又能挣一笔，留着养老吧。哎哎哎！你走，你早点别回来。我们出了事谁来管？
还有钱呢。啊？啥包呀？真皮的也没这么贵呀。行了，等我装零钱用。老婆。啊？你说咱孩子会不会在外边学坏了？是吧？是不是可疼了？火辣辣的，正好在我肚皮上，疼死我了！你说什么呢？男子汉皮糙肉厚的，一个小炮仗疼什么？拿我那个酒给你擦擦就不疼了。我才不擦呢，越擦越疼，还不如擦肥皂水呢。那我去拿，你等着。哎，方梦初，你就是故意的！我没把你炸死啊！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得还回来。等着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么不小心。小娟，他搓出泥了。文彤，笑啥呢？小娟，他搓出泥了。啊？你多久没洗澡？他从小就不爱洗澡。小娟，你可真行。你们别再笑了。这次我真生气了，我的床。没事。小泉，走，你们赶紧走。让他一个人静静吧，走吧，走了再说。走了，钱叔。刚才看到小泉抹眼泪的样子，我感觉好心疼啊。不许你对钱小泉母爱泛滥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说啊，钱小泉该炸。哦。你还真是故意的，哎，你小时候就炸过他一次，那次算你调皮，那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秘密。我要回家。怎么了？突然不说好了去湖边的吗？说好的事情多着呢，还说好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湖边呢。你看，你又开始惦记钱小泉了。你不也没少惦记陆瑶瑶吗？当我不知道。你认真的，当然不是了，我故意气你的，不要生气了吗？我没生气，我吧就现在特别乱，你知道吗？那长啸带那么多钱来找我，人又失踪了，那饭店呢现在生意也不好，影视部呢也快解散了，我呢又困在这儿走不了。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了，常大哥应该不是那样的人。
他怎么阴魂不散呢？我是不是没和人打过架？小时候好像打过吧。小时候不算。长大了谁还打架呀？幼稚。行，那我就秋后算账。坚持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，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，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又不停的迷惘，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春不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去翱翔，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，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，一天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失败，所有的悲哀走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春不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，青春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